刚刚的美女一起来跳这个梭哈斯，梭哈斯啊，对对对哈，来我们的排舞啦，来 ，Here we go， 恰恰不间断，不是不是，啊，小北刘爱华，小北的爱华，啊，你小北刘爱华，啊，别别别。You
首这个比较轻松的这个华语老歌来献给大家，一首《梨花泪》。那么今天也非常荣幸，非常开心可以来到这里呢，跟我们所有的理事朋友们、所有的来宾朋友见面。那么当然呢，要祝福大家呢，今天看歌台可以看得非常愉快以及开心哦，因为今天天气凉凉的，是不是？这又不会热哦，又这个凉爽凉爽的哈。希望他那早上听我早去找我来我想呢继续呢来送给大家啊，刚刚好写到你的歌，我不知道你来了，来送给大家一首这个轻松的这首这个福建歌，来安排这首风不会酸，来请大家OK on the way 来send歌谱给老师，老师还没有时间放进去啊，有点歌是吗？啊，对，没有点歌。
来，当然呢，今天呢，非常欢迎我们所有的朋友来到我们的雾兰36周年会。谢谢我们所有的出钱出力的所有的歌台的赞助人呐、所以今天呢，大家有歌想听，不要客气，可以快点点哦，没有问题的。是，那我不会唱的话，天乐什么歌都会唱的。可以点给我们的天乐唱。来，继续来，要唱轻快的歌曲，来安排一首这个耳熟能详的，大家都熟悉的一首这个华语老歌，来送给大家这首《我不能没心情》，来请大家信。好，你送给老师就这首歌？不是，因为老师没有空放进 iPad。好，一起来听一看轻松的节奏。
阿光大哥、阿根大哥、艾丽姐、蒙大哥，谢谢。还有希望大家在此度过非常愉快的晚间，好不好？刚才那一首《兄弟》就送给我们阿光大哥，还有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哈。老师，相信这个时间是要想要跳舞的时间了哈。那如果你们有点唱的话呢，可以尽量的点上来，我们尽量为大家一一的安排，好不好？我们先来一首《爱的暴风雨》。陈慧琳以及郑秀文的年代，来送给大家一首。
眉飞色舞，谢谢你。Thank you.
我今天比较早来啊，我早来的目的就是要招呼客人一下了啊，所以我已经灌了一杯 cold brew 下去了。哦啊，不要这样子看我啦，没有关系，这种感觉是最棒的。OK， 在场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张嘉玲，可以再给我小小的掌声鼓励鼓励吗？非常的感恩能够再次来到我们的木兰啊，我们的326中原会，当然感谢我们的Ivy 舞台秀，非常漂亮的舞台，谢谢，也谢谢我们的 Kelvin 唱大哥，谢谢大家。Elvin 嗯，还有我们的四哥，我们的婷婷，我们明哥、光哥，所有的朋友，所有的 brother 们，想听什么歌曲？老师，我有说到点，但最茫茫啦，世界第一定啦，我们都有预料当中。来来来，谢谢 Elvin，Thank you。那么下来我们先唱什么歌？不然我们就来醉榜榜可以吗？可以哈。大哥，你有啉酒不？我帮你喝。OK， 我们后面的好朋友，我们的后面的帅哥朋友们，这首歌曲呢，嘉玲本身已经在筹备第九张专辑，这首歌曲也收录在我们的第九张专辑里头，所以呢，要送给每一位亲爱的朋友们一首非常好听的福建歌曲，送给大家这首《醉茫茫》，好不好？感谢 ，Thank you so much， 是哪里的声音啊？非常非常的棒啊 ！OK， 来，掌声给我们的乐队老师，罗斯大乐队。Thank you.
一首非常好听的福建歌曲《最棒棒上我的家》，非常好听，对不对？有什么想听的歌曲，明哥？OK， 来，刚才我在我的好兄弟啊，没有问题。FM， 我跟你讲啊，我这首歌曲我是很少唱，不过我有 stand by 啊。来，有没有掌声？再大声一点，给我鼓励鼓励。非常棒，我觉得这首歌曲应该今天会收到点单啊，所以我有 stand by。OK， 够世界第一定，来去挂麦，送给大家这首歌，来送给我们的每一位老板们。大家开心，你们听歌的朋友也要听得开心啊，对不对？是的，这样我们唱歌了，跟我们的乐队老师谈的才有那个风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来，老师，我们试试看，这个调子我是阿嘎阿嘎哈 ，F flat 啦，应该我唱得到 ，OK， 好不好？我唱不到，可乐帮我唱啊，我的好兄弟啊 ，OK， 你那边有麦克风吗？来。Yeah.
哦。啊 ，C sharp， OK， C sharp， 来送给你们一首。我们的光哥今天要不要上台来表演一下？光哥，啊啊，这边我 unbow stand by for you 了哈。OK， 好，我来帮你唱一首非常好听的《世界第一顶》。OK， 四哥，四哥有什么点歌？来，可乐，帮我传达一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要想三分钟了，给他想一下。什么歌？什么歌？爱爱什么？爱。恋恋沙轮战。这个等一下你唱。你觉得我会唱这首歌吗？这个等一下就是谢谢你啊。这个等一下你唱。OK 啦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先来这首《世界第一顶》，让他再想一想，给他喝多两杯先啦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婷婷有没有想听的歌？我们先来这首歌曲。满怀小爱你。哇，满怀小爱你。哦，丢了，丢了，丢了。丢掉就是要这首歌啊。满怀小爱你呢？碎碎碎。哎塞，老师你选哪首歌都可以先。满怀小爱你来先也可以，反正两首都要唱的啊。你们先卖到哪首歌曲，你们就先弹 ，OK。音乐出来就要掌声鼓励鼓励就对了，对不对？大家后面喝酒非常的兴奋呢啊，这样感觉是非常的棒的啊。我们大家都要做 Stay 给一点，有没有听过我唱？没有，我好多人在哦，第一次唱来送给大家。She's so cute. Oh, m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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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y,
我不信